就是说我们这一块料子呢有颜色，那我们要把这个颜色留起来，那我们就会用这个绘制多一线，然后呢把有颜色的地方呢用这个多一线呢圈起来，然后在宽损九宫格进入这个虚拟界面，然后先把我们要做的高低呢先留好。然后呢，再点榴莲色的这一条线，然后在这右边呢选一个颜色，然后按空格先给它区分完颜色。区分完颜色之后呢，再用雕塑冲压，冲压深度呢就是我们料子的厚度。然后选择颜色内，然后点一下这个榴莲色的这个区域，然后再用这个效果磨光，然后呢用去膏，然后选择颜色内，然后用一档或者二档，然后呢把这个边缘呢给它磨一下。就是给它磨一个弧度出来，这样子呢，雕的时候就不用一断刀。